而且还可以带给大家健康，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尽情的唱，哈、哦，你的肺活量才会好，我们的呼吸道也会更变得很正常，哈、哦。对，歌唱是最好的运动，对，好的运动是没错。草地，小草也在轻轻地诉说，小小的一片云呀，慢慢地飞过来，请你们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。在知识的世界中，我们能够与您诗闻佛法。此即法经弘行菩萨道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之人。尤其今天义侠老师的生生世世在佛印中，更是牵引我们万千的心绪。希望说能够就是推广我们的蔬食，就是让更多，因为我们是做就是用无奶无蛋无面粉的饼干，而且我们的基底都是用净丝谷粉，所以就是希望说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蔬食也可以就是很美味这样子。这个是就是我们每一次市集啊或者是百货就都会放，因为它很趣味，就是只要有消费满200元然后就可以转，然后就看看试试看自己的手气这样子，有折5块啊，折20，或是有小点心这样子，对，觉得大家都觉得很趣味。我是卧虎小屋，然后我姓刘，刘应成，然后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，就是一些平常我比较不能去帮助到的人，对，然后想要出一份力这样。我们卖一些像手工的葡式蛋挞跟比利时松饼，全部都是手工的，还有一些像驴打滚，它那个是很特别的甜点。哦，我是那个李宗玉，然后我在台中北区那边开宗玉咖啡，那就是有朋友邀请我来，就是想说来摆摊，然后顺便就是可以义卖，然后弘法利生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活动蛮不错的，对，然后可以为大家付出。然后就是我是觉得蛮棒的，可以跟大家结这个善缘。透过不断的这一次哦，透过人气，因为你要扣那个押金100块钱还他。加彩十，加彩五，加彩九，一拳，中三，零掉。把靠背爱499。不要沙发的，赶紧做爱心，赶紧捐出去。爱心沙发，今天为了师父要翻转弥陀，所有不死众生全部给他送出去了，全部给他送出去了。您的明日之星，代表我们是明日之星，而且他发开见佛，把这个爱人送到佛陀的故乡等比尼去翻转他们的人生。在这边走一走逛一逛，听听音乐，又可以买到素的东西，真是太棒了。那个一个师兄做的这个便当啊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油饭便当，就可以当今天的晚餐。